我来抽龙珠来了。好嘞。哎，今天不是周一吗？你怎么没上学呀？你记错了吧？今天是星期日。星期日？好了好了，不跟你叫了，赶紧抽吧，抽完赶紧走吧。还抽完赶紧走？生意来了不高兴，还让我赶紧走你？一号龙珠！哇，我中了个一号哎！啥？一号？哎呀，一上来就中个一号，我这可是新龙珠，这剩下的谁还来抽？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！二狗子，我好像是记错了，今天好像是星期日哈。啊？冷不丁的来这么句，啥意思啊？你这脑子不好使，你眼睛也出问题了吧？你看看这是几号？啊？哎呀！怎么还抽到零号呢？明明我记得是一号的。那你还抽不抽了？还抽个屁，没钱了。抽了这么多龙珠了，从来都没有抽过个零号。你是不是捣鬼了？你看我像那捣鬼的人吗？我看你，哎，你们说他像不像捣鬼的人啊？胖丫，这箱旭日升多少钱呀、啊？哦，旭日升呀，36一箱。给。你这六块啥意思啊？哎呀，你着啥急啊？再给你六块。你这还是不够啊，还天天说你数学好呢，这66多少啊？6636呀。哎，这不就对了吗？走了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我有点懵，我拿笔算一下。这不是等于66吗？你净蒙我。66减36，我再找你40，我再找你40啊。给啊。对，我真是低估你的数学了，我走了。嘿，全犯人谁不知道我数学好呀？嘿，差点被你蒙的。哎，这什么花呀、啊，这么漂亮？这花结出来的果是龙珠奖票吗？还是个一号奖票？这能干什么呢？哎，有了，胖丫，我去年过年的时候在你这儿抽的一号龙珠，你给我对一下吧。一号龙珠，我看看，一号。你这不是十号吗？什么十号？你仔细看看，这是一号。十号。一号。十号。一号。十号。就是一号。就是十号。你是不是没上过学呀？一和十都分不清呀？你才没上过学呢！让大家评评理，这是一号还是十号？胖丫，我抽把龙珠。看你鬼鬼祟祟那个样，给抽吧。好嘞，那我开始抽了啊。哎呀，你怎么把东西给我弄掉了？我啥时候给你弄掉了？我不是在这拿奖票呢吗？我什么给你弄掉了？也是啊，我是没看到你哪儿动。那行了行了，你抽吧，别捣鬼啊！真是。你倒是抽吧，发什么呆呢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怕你看不清楚，说我不老实，说我捣鬼吗？我就随便拿一张啊。一号大龙珠，中了个一号。啊，一号。哎呀，双倒霉，我给你对。哎呀，这是闪电龙珠吗？给。这一号来的容易啊，走吧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二狗怎么总是能抽中一号呀？胖丫，哎，给我拿四包霸王丝。好嘞，霸王丝4块。哎，我这刚好有5块，给我找钱。收你5块，找你1块。来，还有你的四包霸王丝，给。好嘞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我的100块钱呢？不好，肯定是被二狗子拿走了。耶，怎么有100块钱呢？肯定是胖丫的，我得去还给他。胖丫，这100块钱是不是你的？我一猜就是你，小偷小摸的毛病，你啥时候能改呀？你看你，像你这种不学好的人，大家以后都离二狗子远点啊！胖丫，哎，给我拿瓶旭日升。好嘞。哎呀，坏了，我给他放进去，他没看见。要不我再拿出来重放一次？二狗子。老师，是不是准备偷我钱呀、啊？我要说别动！我要说，我给你放进5块钱去，你信吗？我还不知道你啊！我从小看你就不是好东西，没钱给我滚！我咋就这么倒霉呢？我这走了。像二狗子这种坏孩子，以后就不应该让两个小卖部，你们说对吗？快点！哎，给我拿4桶小香槟。4桶啊！我给你拿。
呢。象征收藏册，给10块。10块我知道，我刚才不是给你了吗？哎，二狗子，你怎么这样？拿来拿来，你啥时候给我钱了？我一进门就给你了。哎，给了吗？钱在哪儿呢？你没帮我作证，他是不是没给我10块钱？哎，这从哪儿滚来一个信儿啊？不行，我不能吃，我拿小卖部去，可以换个大龙珠。咯噔咯噔，潘燕，我抽俩龙珠。抽龙珠啊？给，抽吧。哎呀，今天这手气不知道怎么样，能不能抽到个一号龙珠啊？就这张吧。哎，你先给我拿一个老冰棍吧。行，老冰棍。一号。一号，给你。我不渴，龙珠也不抽了，走了啊。哎，老冰棍也不要了。哎，这龙珠怎么变软了？难道是夏天太热发坏了吗？哎，二狗子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点帮我把辣椒糖捡起来。好嘞，乐于助人是我们的传统美德。哎呀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你家鸡满院子跑的都是。啊，鸡跑出来了，你在老实待着，不许捣乱啊，我去看看。调虎离山之计用得好不？二狗子这孩子哪里都好，就是爱说谎。不过他为什么要骗我呢？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一号，哎呀，10号，快来，10号，给我对奖。10号，我看看啊，呀，还真是10号，我给你对啊。10号，哎，谁把我10号扣走了？呀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10号呢，反正也是个小球，我这半包 KK 星给你吃。我不要，你得给我拿包新的，这包你都吃过了。行，给你新的啊。嘿，这还差不多，我走了。谁把我10号龙珠偷走了呢？哎，我昨天刚抽了一个10号龙珠，怎么今天又有一个10号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小卖部这生意一天才卖了10块钱，照这样下去，我小卖部迟早得倒闭。哎，有了，我把这10块钱我扔下去，一会儿谁要敢捡，我就说我掉了100块钱，我讹死他们。哎，黑蛋来了，我假装看电视。好，10块钱，我去隔壁小卖部买我梦寐以求的奥特曼去喽。嘿嘿，上钩了。哎，他怎么还没起来呀？哎，黑蛋呢？钱呢？黑蛋拿我10块钱干嘛去了？